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谦。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我们的魔族入侵 RPG 第五集，第五集啦，来到了第五集啦。那是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第五集呢是我们这个还没有练等的时间呐，对，就是也是拍完上一集到今天这一集没有过多少时间，因为我们还没有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练三分钟。今天呢要来做些什么事？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上一集做了什么。我们上一集打败了这个猎杀村的 BOSS， 跟了两位非常厉害的 BUFF， 那他们的职业跟他们的技能就是超乎我想象之外啦。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猎杀村的，对那些猎杀村的那个 boss， 我们打的要死要活，他们就是轻轻松松。那我猜有可能秒杀，大部分大概九成九应该是职业上的问题。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是要秉持着这个有始有终。那是职业上的问题耶，对，差很多，差很多，差非常非常很多。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做些什么？我们今天呢现在解一点点的每日任务，好不好？我想说就顺路，我们就解一点每日任务。除此之外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地下城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上一集在来的路上呢，有在这个路牌上，就来到进来这个猎杀村的路牌上，有看到这个前往地下城。那我们就今天这一集就算观光了，带大家看一下这个世界到底还有什么有趣的城镇，好不好？那如果大家还喜欢我们玩这种 RPG 类型的魔族入侵的话，不要忘记在影片底下帮我们点个大大喜欢，好吗？你们每一个喜欢对我来说都很重要，然后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那我们今天的魔族入侵就出发 ，Go Go！ 小鸡鸡，地下城是往这里走吗？对，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在来的路上，在地牌路牌上看到的，它不止前往地下城，然后还有，我记得没错的话就是这里啊。是啊，应该是在那个吧？没有，你要不要相信我？你看这牌，你整个记错。你看你里面，你看牌在写什么？左边，往左边走。谁记错？谁记错？我小鸡鸡。哎呀，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小鸡鸡。我来看一下这个地下城，它有魔王城感觉是后面的东西。超度亡灵。哦。你拿。欢迎来到猎杀村的冒险者，有没有空来个日行一善呢？有个全身黑的魔物叫亡灵射手，他们以前是沙漠的军队，因沙尘暴罹难而转身而成的，愿意花点时间来超度他吗？愿意。愿意。愿意。你愿意嫁给他吗？我不愿意。愿意。愿意好像是一个人名。大家好，我是愿意。愿意。那个超度亡灵呢？那个黑黑的弓箭手呢？不知道，可能在地下城里吧。在地下城，好像没看到。对啊，我也不知道这里是哪里。这边有任务，守护珍贵的矿石。来，帮我个忙。愿意。N E， 往前往前。N E， 找到了这里吗？哎呦，碎石怪！我要吃经验加倍。你有吗？对，有。好，就他妈的经验加倍。哎呦，一袋。听说那个统神端火锅一袋一袋的原版影片被下架了，不知道为什么要重新那个，对啊，不知道为什么。练等，我不知道。你在干嘛？我在吃经验券啊，30只，好，很快，一下就有。可是我觉得刚那个应该是在那个地方，我们应该错过了，应该不会太远。你说现代城吗？不是啊，亡灵怪啊什么？亡灵怪哦，我想说对。那我们等一下走回去，我们解完这个任务，你缺几只？我缺10几只。那你先好了啦，我先走回去看一看。好，你去看一下下。我去看一下那个亡灵怪，应该在我们刚刚来的附近才对。好的。对，你很聪明哎。正常来说应该他不会离太远才对。对啊，如果离太远怎么练？对，我找到了。怎么练就怎么找，真的在那边我找到了，对。那你先打那边的吧。对，我先打这边10只而已。这一只经验500哎。超肥超肥啊！我这边刻了经验券，一只才170。对啊，一件一只。你那一只超肥，攻击单下攻击太高了，太高了，好不好？太高了。虽然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打赢 BOSS，你可以去转职了吧？我打转职，你说今天我们去转职吗？对啊，因为晚一点好了，很高啦。对，我们最后再去打转职，最后再去转职，对不对？好，我解完了，我现在339等。你打完了吗？打完了。好。那我也觉得你右转就看到他了，有看到吗？亡灵射手哦，对，460，蛮高的，468，一路发168，哦，看到有点硬有点痛真的假的？我一见他就死了，不是，你被打烂，你被打烂，对，那看来你不过尔尔嘛，我被打烂了，我认真，真的假的啦？撑住，撑得住吗？你还黑吗？快不行了。完了，我们的装备是不是跟不上啊？什么鬼东西啊？难道我们装备已经跟不上了吗？怎么可能？
我们上集才有一个提升的。刚刚我这边一次伸出，我一次伸出很多次啊！打完啊！要取。我在想啊，如果我们要私底下练的，我们是不是要找一套最适合我们的装备啊？什么意思？就是找一套最适合我们的。去了！后面是不是？啊、我刚刚是要半听半歌词，好色情哦！你刚刚那个对话，去了，真的要去了，真的要去了。好，我结束了，我也结束了。这个赏金好少，不过没关系，来吧，我现在343，342，上了一点，好，继续往前走，往前往地下层吧。对，我们要前往地下层。Go go！哎，这沿途的风景，其实你不想农怪，每日也很快，这什么地方？对啊，看一下，小心，什么小心，请小心走路。什么鬼意思啊？走啊！他越说要小心，我们就哦，他说不要掉下去啦，掉下去啦。对，那这边往前会看到什么？不知道，走吊墙。那你？啊？那你？啊，这是什么东西？我问大家，感觉会有人知道。真的很清楚哎、欸。哎、欸，我这边有洞可以走。哎、欸，来，我这。有路吗？嗯。你确定？可是一条路。有火把、欸，那算是正确的路吗？对耶，哎，可是这样地下层，地下层吗？这就是地下层啊，可是没有怪物啊，下去看看啊。前面写什么吗？牌子在写什么？进不去。哇，是什么地方啊？好像不是这样进来哎、欸。哇，我们去错路了。啊，出去？你怎么出去？我不知道啊。要重走啊、哦？对，掰咯。哎呦，怎么这样子？哎、欸，问一下大家，这是什么好了？要乱走路啦！请问猎杀村后面有一道墙壁，要怎么进去？哎、欸，问大家，感觉就会有人知道。小鸡鸡，没有人理我，是没有办法进去啦。所以是没有人从这里，应该不是从这里。其实我去看看。啊、哦，未完成的啊、懂了，好，谢谢。哎、不会打字了是怎样？谢谢大家，懂了。哎、欸，每次玩拍这个都可以跟大家聊天，好好笑啊。那我也重走了，小鸡鸡。要不要走一些奇怪的路，好不好？谁？我头好痛哦。我不知道啊，它没有封起来，没有封起来就觉得是可以走的啊。它是没封好，不是没封起来。什么？那他干嘛不要请小心走路？他就说不能走路就好了。地下城怎么那么远啊？冰雪城、海底城、魔王城、欸，感觉很酷哎、欸！地下城太远了吧？不知道地下城到底在哪？该不会地下城是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挑战的吗？哈，我想要挑战呢、欸，过去看看啊。对啊，哎、欸，你走慢一点好不好？过去看看啊！你稍等我一下啦，等我三秒钟。地下城往右走，地下村庄，进度地下城，地理魔王，地理岩浆湖。我们现在打开地下城吧。好，往地下城。哎、欸，有人呢、欸？进度到达奋战。来到这么深的地底下，哦、能麻烦你把他们给铲除掉吗？这地底村庄哎、欸，异火哦，我们第一次来这哎、欸，来这边看一下，这是一个新家，我们到下一个区域哎、欸，是吗？旅馆还有银行，我觉得我们应该去神木村，你知道吗？没关系啦，又没关系，生肉商人，哎、欸，他卖生肉，为什么是卖生肉？我觉得我们会被打烂，你看他们在聊天是打什么？压力测试，胡萝卜哎，卖金苹果哎、欸，那是我们等一下被打烂的意思、欸？怎么可能？简而言之就是这样的意思。他哪有说我们，就是差不多。没有啦，乱讲。看一下嘛，开又不用钱，对不对？数掉我们就回去就好啦。我看一下这边有什么商店、银行、商店。地底村庄地下城，地下城的确是往里面走哎、欸。真的吗？啊，你在哪里？我来了。好，我来了。跟你往上这边吧。我们往上。这边是告示牌，他有任务、欸，我们来看一下。浴火奋战，传送门在这里啦！消灭哥布林哦，有传送门是不是？千年妖精宝箱是什么？听起来很屌哎、欸！真的、欸，还是我们去看打打看，我们去打打看怪物啦！哎、啊欸，大家给他狙狙哎！我下来了，狙什么意思？就是感觉他好像打赢了一个很强的网。哦，这里吧，我这边有看到那个怪物，跟我来，地底岩浆湖，浴火战士。有经验吗？哦，没有。哇，几等啊？不是，哇，不是，哇，你快上来！我们要先去神木村。对，我们要先去神木村。
你可以秒杀，你好强哦。对，我把他秒杀欸。对啊，你可以秒杀，你很猛欸。经验等级够了，但是那个伤害够了，但等级不够。伤害够了，等级不够。对，好吧，那我们做传送门走吧。神木村吗？神木村越级打快，也要打叉滴滴，叉滴滴。乱走走过来，所以地下城是后面的进度啦、啊。哦，我以为地下城是什么酷酷的进度、哦。那我们要传去夜沙村、神木村、冰雪村、海底城。哎、欸，地底那对啊，那地下城是几等？可能就是神木村啊，我觉得。好吧，那我们先直接走，直接传送。可是这样我们不知道怎么走到神木村。对啊，那我们还是从猎杀村走。对啊，对啊，对啊，这样比较有走过一次啦。对啊，一定要脚走过一次，踩过一次。那地下城是我们现在踩过的点，所以我们到时候就可以直接传送，就可以直接传送。OK，、啊、没问题。小鸡鸡，我起飞了。有人说他起飞嘞，他弄到了什么很强的装备，就起飞啦。就是就是意思就是说装备太强，装备很强，对，整个起飞了。哎、欸，我们顺便解一下这边的任务，每日任务有经验的。我们刚刚都吃书了， okay. 对不对？接一下，接一下。哎、欸，对啊，可是人呢？这个在正前方那边。往前吗？我们来，我记得我们那天来的时候有遇到，有遇到。这里，这里，这里，我这边两个，我这边两个。OK、欸。加减接，加减接。对，我们需要600等才能去神木哎、欸。对啊，那我们就今天先加减接，先加减接，然后我们没有问题。然后我们等一下再看一下，去前往神木村的路途上会遇到什么事情，感觉应该蛮有趣的。找武棍阿伯。好，你先。这边有武棍的阿伯。我先古代骸骨一下啊、哦。这真是闲暇骸骨，闲暇骸骨啊！这边经验好少哦。对啊，那感觉要去刚刚那里刷最多了。哦、啊我觉得姐这边任务好像，等一下看一下姐一个任务多不多，不多的话我们就不要姐了。嗯，应该有一两万。其实也会消耗时间。对，小鸡鸡，我打完了，今天值颇少的，真假的颇少啊。嗯。我也解完了，八千七，对啊，不多哎、欸，其实不多。那我们先去踩点啦，好不好？至少我们之后可以那个。好，哎、欸，我问一下，我问一下，等等，那我问一下，好好好，有没有快速从300升级到600的方？哎、欸，这个人用太多了吧？至少晚上不睡觉了，是不是？准备通宵要打到死。想问一下大家，有是什么啊？是什么？打魔化兵马俑。哦，所以魔化兵马俑，金字塔底下打魔化兵马俑。哦，就我们上次去的时候路过，就不是看到一大人在打那个。哦，因为那次经验很肥。是他的经验很多吗？经验懂了哦，补一补耶。对，懂啊，懂了，谢谢大家。明明就是兵马俑，兵马桶是什么？我们先去神木村踩点。他真的就叫兵马桶，好不好？好，好，走吧。我们先去神木村，我们先去神木村踩点。这样我们下一次练到600等之后，我们就可以省略掉那些时间了。OK， 我们就不用再去踩点，我们先去踩神木村。神木村，神木村，神木村。好，一支768，哎，哦，那是刚刚的五倍。小鸡鸡，有人推荐那个侠那个骨头，哎，什么骨头？那闲暇骨头，就我刚刚在打的那只，哎，那只多？你刚刚打经验一只多少？没多少啊。对啊，可是我们如果去打那个金字塔底下的话，一只是768。哎、欸，你知道玩 RPG 游戏就会变得超级精算师，哎，对，每一只经验都要算到恰到好处，然后要算时速。伤害溢出应该是可以打兵马桶、兵马俑，对。然后以 CP 值来说，应该是最高的。对，等一下我看一下。看板，没错，还是这边呢、欸。啊，他是在廖少北城那边呢、欸。那我们好像不应该走这边，我要绕了远路。不过没关系啦，沿途给大家看看风景。好，现代城吧，应该在现代城的岔路，是不是？对，对，我觉得应该是有可能在现代城的岔路。对，哦，应该是这里。这附近吗？这附近吗？还是这附近吧。什么牌子？什么牌子？我们要用牌子来。刚刚看了、啊，对对对，刚看了，没错。左边那间是吗？哎、欸，这边就廖少北城嘞、欸。廖少北城现代城。神木村不见了、欸。神木、哦、神木村、啊、左边走。哦，对对对对、啊、这条，这条我们没走过。哦哦，来了全新的区域。这个肌肉，你等一下嘛，等
好急啊，我来看一下这边有没有怪。没有怪，要插火把才会有啊。有那个路灯啊，路灯不是火把吗？啊，路灯是用火把做的。看一下，等有村民出现的地方，应该是这条吧？怎么地上都是血啊？哎呦！等一下，我在吃东西。好，我在这边等你。来，跑过来了。等级达到600后，前往神木村。总感觉过去我们什么东西都打不赢。我们可以打得死啦，但就是没办法练的，很可惜。对，他要锁这个经验加成，还是请他把我们两个人这个锁经验加成拔掉？没有、啊，可以这样子吗？不行了，大家都这样走过来。Okay, 对啊。哎、欸，神木村来了啦！你看前面，你抬头。真的吗？你抬头啊！哇、哦，哎、欸，美、欸，很大哎、欸，神木。So huge， 跟我一样，大家都这样叫我。不可能的。真的啦。你是 tiny。没有，你问路上的女生哦，是神木哥哎，神木哥是什么？我来了，怎么那么远啊？这就往上走，好像已经进到森林里面了。对，我们至少要踩进神木村一次，我们才可以传送啊、哦。这是我们最基本的这个 RPG 的礼仪啊。哎，有怪物哎，山贼有吗？啊，可是没有经验，不需要打，不需要打。对，不需要打，我们去踩一点，踩完点之后，我们去那个底下，冰马桶，没错，刷冰马桶。你在哪里？深蓝，我往里面冲，我等你一下。岔路，好，没有，往里面冲，等你来啦！再跑了，来了，来喽！往前喽！哎、欸，你会追上我的，因为你的跑步速度比较快。哎、欸，这样到底有没有进去神木村？哦，他的神木村不是只有一株哎、欸，他有很多株哎、欸。不是啊，还没到什么村庄吧？他都到村了。对啊，那他外有那种传送点。这我们现在大概在很外围。对，我也觉得我们在很外围，还没走进，还没进这个村庄，还是什么村？对，有点给他远呢、欸，有点给他大哎、欸欸。现代村海底城。哦，要往前，往前。对，继续往前。我已经超越你了，我还在跑。有点太远了。为什么那么远？我看到了啦！你看到了是不是在前面？是不是啊、哦？我看到你了！对，啊、哦，有了！神木村 finally 来了！我是真的没有加速，你真的跑到吐血，想吐哎、欸！真的很想吐、欸。神木村很漂亮哎、欸，我们进去参观一下。不是错过了吗？啊，对啊，要往上啊！你在干嘛？我进来了。没有，我进来神木村了、啊。这个地方是神木村吗？我到一个神木上嘞、欸。那边有东西吗？他这边有牌子，前面写继续往前。真的假的？我又可以往上了、啊。那你那边有什么东西？看一下。我正在看。我爬上这棵树了。哦，我进树了。哦，进树看看好了。爬上这棵树啊！这边没村民哎、欸。对啊。什么鬼地方啊？这什么鬼地方？什么鬼地方、啊？再继续上去。哎、欸，没有啦，就到一直上去。哎、欸、嗨，没有东西、欸。啊哦，啊这里是哪里？好吧，下去吧。哦，三十分钟就可以刷到600了，那很快哎、欸。很快哎、欸。对啊，超快的。哦、好了，我们下去吧。应该不是这里。哦、假鸡鸡，好远哦。哎、欸，神木村特别的远哎、欸，我觉得它到了啦。哦，终于。哦。小麦田，像提尔克纳的。嗯。提尔克纳，你不要趁机在玩马奇，就这样子好不好？提尔克纳，杜巴顿，哎、欸。杜巴顿。巴黎。传送门神木迷宫 ，OK， 旅馆，走这，好，我们去旅馆。柯亚郎哦，有了，看板来了，哦，有了。旅馆在这里，旅馆。啊，好了，到此一游，成功了，我们进来补点食物，我要领钱。熟食商，银行在哪？有了啦。楼上是银行吗？没有。哎、欸，很漂亮哎、欸。欸、可以进去的、欸，你出国、哦，它是可以进去的、欸。看你要到几层，然后你可以直接游，好酷哦！看你要到第几层、欸，这个神木村的设计好酷，我喜欢，我很喜欢，爱了，喜欢了，小鸡鸡，然后我们就回去丽莎村打这个，哎、欸，神木迷宫，右边上面。哎、欸，我觉得、哦、哇，他传送门跳上去、欸，好酷！那我们要回到猎杀村，猎杀村是这个，来了吗？
Go Go Cool 那我去买一点食物准备一点东西然后我们去练一下等级好不好速速练一下小鸡鸡来了来了来了我们顺便接个任务没任务然后我们下去打那个兵马俑我记得有一个好像是马桶对兵马俑兵马俑这个家伙是这个吗、啊、还是这个还是这个那好啊，魔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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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魔器。对对对对对。哦，我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然后他只给一点点的，因为叫你这边练的。哦，有可能诶。对，对，这么一说，好像你很聪明哦。就是这个样子啦。我是快没见识啦，怎么这样？就是这个样子啦。有很多人吗？一些。大家都在这，是不是？对。杀！哎、欸，对了，他的怪物很多啦，一只480，量蛮多的。哎、欸，你在哪？里面哦，我看到你，我看到你了，我一下打不死，我快崩溃了。为什么你打不死？我一下好不死啊！哎、欸，真的是白痴才用弓箭玩这个游戏。DPS 对啊，不是我要拉弓很慢。对 ，DPS 很低，单体输出很高，但 DPS 很低耶，每秒输出很低。对，对，没关系，我们在这边练一练吧。对，我们在这边刷一下，我们在这边刷一下哈。最后一件，哎、欸、哎、欸，不要把我的怪射死！啊，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你602了，我的天哪、啊！好了，我们刚刚在这边花了大概半小时多啊，对，确实大概半小时，我们慢慢的练，慢慢的练，其实不久啦，就只是需要花时间。跟线上游戏比起来，真的不久。对，真的不久，真的不久。好，我最后一只，应该最后一两只，我箭射不出去，又卡住了，又卡住了，我帮你600。600了，600了，600了。好，我们可以回家了。闪人，闪人，闪人，闪人。我死了，你要死了是不是？好好，走走走走走。小鸡鸡，神木村，我们来到神木村。那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前往地底迷宫第七层。我们可以继续解我们的主线任务了。地底迷宫，我没记错的话是这边直走了。神木村。那对，我们就下去吧。我们下去看看。他坐在第七层，不知道会不会有六层路要走。这是第一层、欸、真的假的？还有支线任务哎、欸。对啊，我们可以解任务了，我们可以解600等的任务了。是第几层啊？回复药商人。嗯，哎，银行在这哎。哦，银行就在这，是不是？迷宫没有，应该只是还要继续往下走。对。哎、啊、哎、啊你有啊、神木村。啊，我掉下去了。啊，这边是对的吗？应该是哦。再等你一下。啊，我下来了，我在你后面。走啦。这有怪，有怪，前面有怪物。都还没有提升装备哎。对啊。哎呦。木洞巡逻员哦，血很厚哎，450哎，450我一箭就死了，我猜的啦，我不知道。啥呢？我们要去迷宫，完全不行哎。七层，从哪往下？蛮好奇的，对啊，你有跟着我吗？有。我这边好多怪物，漂泊者哦，400经验。我们刚刚我刚刚在练等的时候，把我仅存的几个那个加倍券全部吃完了。哦，伤害好低。好，我们吃。止住！有掉裤子，赶快捡！伤害好低啊！好，离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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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找往下的路。你有跟着我吗？有啊。这里是死路吗？好像是哎、欸。死路。野猪骑士来了。这不是他。对，不是这里。这里应该有任务可以接才对。嗯哼。还是我们今天先去转职啊？要不要？我想要转职，但是我现在重点是我要那个，我要那个那个，我要解。主线任务，我想要至少把这个主线任务往上解一层。你有看到吗？ Okay, 迷宫地底， no. 迷宫第七层，就是这里是回来的路。我想要跟他说个话，然后我们今天就差不多了，小鸡鸡，往下一层。好好好，我来了，我来了。你手上没有第一层首领骨骸，他必须要一层一层一层。哦，哎，打下去。我懂了，我懂了。那我们下一集可以来挑战这个。好，就是一层一层往下打，很酷哎、哦！不行，我要去转职，我要去转职。你要不要？你自己有空，你自己去转了 啊！我要去转职，我受不了了。小鸡鸡，我还没有转过，我不知道他是什么试炼在等着，我们就进去看看，进去看看，好吗？好，冲啊！
枪啊！你现在伤害应该够了吧？我也觉得我应该够了吗 ？Maybe 不知道，有可能。好，朱考官，你好，你是来参加第二试炼的考生，想成为勇士，必须要能文能武。你已经通过了第一阶段的文科考试，接下来考验的是你的战斗能力。你会和坦克战斗，击败他就算通过考验。准备好接受了吗？准备好了。哦，试炼开始，坦克。627哦，他的血多少啊？639，我不知道啊，他没有显现他的血量、欸。靠近一点点，哎、欸，你这样子好像没有注意到你，因为他靠近。好吧的，我来看到你。1200，他血量多少啊？我现在很高哎、欸，有点卡，有点卡。你暴击是1200吧？1000，他的血太多了吧？哎，20万，好，好，我打到吐血。所以我这边要要领拍，然后等到那个，等到我们装备再变更强，换600等装之后再那个。我射不出去，你有看到我的箭射不出去？我们等到600等，哎、欸，不会，再来其实很快、欸。你看我已经打掉他，我已经打他10000嘞、欸。要几格啊？20格哎、欸，很快啊，我已经打一格嘞、欸。好、啊，其实我伤害蛮高的，其实伤害蛮高的。我们这边应该不会多射出去。对，前提是我箭要可以稳定射出，不然我猜大概5分钟吧，应该很快、啊，应该很快。哦、这样暴击有时候会到1200、欸。对啊，你奇怪哎、欸，这个游戏也才这样子而已。动伤很高。对啊，不是，你听我说，身为 RPG 游戏、啊，花个5分钟也还好吧，也没有很久啊。是啦。对啊。是啦。这时间上的问题而已。你看，我已经打了他2格了，是对不对？你这样子要怎么找我玩马吉？你又玩一玩，练一练，就说好累哦，我不练了。你怎么这样子？哎、你好 ，FF 达人呢、欸？什么墨子达人？你是生活达人哦，生活达人是不是？那你冶炼一了没？你的纺织一了没？直接换，我这两个我再也不碰了。哎、欸，你怎么这样子？你这个人有经验太累了、啊，不是有修炼经验加倍药水吗？但是还是很累啊，还是太累了，呼吸都会累，我绝对不会碰。哎、欸，很快啦，17万啦，好啦，应该可以啦，应该可以。我们这边速度中的速度，好吗？速度中的速度，你可以给他加速。加速时间。我们今天做了很多事。我们今天对啊，他摸了一下我屁股，有点不太舒服。真的做太大量的事了。如果我都可以稳定1200的话，对不对？你有不想啊？你有不想啊？哦，我大概打一下300多吧。我们两个问题差很多。应该是因为我长得够帅吧。坏呀！然后，万一20000。哦，19000，来喽来喽，18000，哦，18000，18000，空包弹17000，16000，哎，空包弹，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刚刚这边，我自己个人大概刷了大概空包弹不知道几百发了吧，我真的快吐了，不太清楚啦，应该是就是可能刚好射箭的时候对伺服器的负担太大，然后箭矢会消失啊，对，可是这样连续都射中了。还蛮不错，1万，小心小心小心，稳，打稳，1万 ，OK， 1万，结果打完这次，他跟我说还有另外一只，那我就直接跳给你，9000，8000，7000，好，6000，6000，5000，拉个距离，4000，你好很好，哦，3000喽。2000咯，1000，一箭，空包的没有，大空包，最后一箭，又空包，没有，剩111，最后一箭，哇，通过试炼，我的爱心增加，勇士嘞，我的爱心增加了一格，你变勇士嘞，伤害应该有提升，你看哦，我的新人晋升成为勇士。你是勇士了、我不是菜鸟啦，好诶、
谁啊？好了，那我们今天的魔族入侵差不多这边告一个段落，阿神已经又先离开了。我们下一集呢，就准备好要去挑战一下神木村的地底迷宫了，看会不会把这个七层打完。顺便看一下我们主线到底要我们做些什么事情。那么我们今天的魔族入侵这边告一段落。如果大家还喜欢我们玩这种 RPG 类型的魔族入侵的话，不要忘记在影片底下帮我们点个大大的喜欢，然后记得订阅我们频道。那我们就下一集魔族入侵再见喽，拜拜拜拜。不过还可以在网上，勇士还可以在网上，银武、大侠、少侠，不知道几等可以再转职，蛮好奇的。